《天龙八部》十年回忆十大感动乔峰篇。提到《天龙八部》，当然唔少得戏语天王、打勾棍、降龙十八掌，样样都识嘅丐帮帮主乔峰啦。嗱，咁多代电视真人版嘅乔峰，你又最中意边个先？我哋而家即刻欣赏下各代乔峰嘅气派啦！点啊，系咪好有型咧？嗱，我知道家人哥嚟紧就会喺《天龙八部》手机版入面再次饰演乔峰，同原著乔峰一样，深深嘅轮廓，浓眉高鼻，眼神不露智慧，练武得嚟嘅扎实身形，难怪咁多人都话家人哥系无法取代嘅乔峰啦。咁多位师兄弟，你哋又认唔认同先？